加加油。好，那么说到这个，说到这个加油呢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可以说真的是为我们加油了。嗯，那么刚才是个年轻的 GOT7 这个团体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么接下来这位呢，也可以说是不甘示弱，美女、年轻、90年后新锐歌手。对。那么大家可以说是来头不小，因为在2014年的时候呢，为这个巴西世界杯呢录制了一首歌，也是加油歌，叫《Olé》。Olé。你说还能怎么加油呢？你说。那要不然我们就在现场唱起这首《Olé》，为每个人加油吧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朋友们，一起欢迎 Adeline。Olé。有请。